这个村子团这个来历是咋来的？哎呀，人家村子团这个村子哦，人家说南面上那个商人，为啥有个村村妈妈的啊？这土子很有讲的啊。只要早上不早走上，人家只要回村村妈妈的，只要是出去哦，就在村子团的吃，一般媳妇都在吃。村嘛。村嘛。啊。这村子我说有原来有几户家了。啊，吹个头，他一干吹你这个头，吹出毛毛的就人家好了。这个天要吐嘛，吐是那个猪大病猪病的病，不是这样，天是吐就吐，二吐来吐。啊，不是那个猪病来吐。嗯，让我们给人家一天早上九五了，吹个钉，天是也钉子了。啊，现在的就少师傅，清楚就是清楚师傅，你说李正光那个姓，李正光不是老不大病了吗？你找我国的个长辈，国的实习生，实习生这样安度的是他国的时候，那是一次的意思，他是个，俺那个这两年的老年人说的是，他是个，也就话那个，清楚地的那个，是个官儿，哎，把，就是那八中，八后学那个官儿，就那点官儿啊，他们说这都吃了。这个李家，人家是李家后弟立了，村子团不是一个立，不是有个部子立，部立，他不是他也立啊，人家是三圈立，那是土匪三圈的立，那部啊，就这个皮包，这个部，这点大地，这部就这部啊，部知道吗？部里头那个有啊，部立嘛，挺好那个院，哎，还有出院，那院还在楼西呢，啊，还头，这是那副村还在，啊，你得再转接信呢，那这气都塌完了。一家人都都塌完了，哪个连哪个是挣三圈的，哦、是三圈是扎的货是，跟我姓刘家扎的货，我刘家跟他是，他在哪门扎的？啊，这有五匹粪儿，啊，就在那座这儿。我姓刘家也是五匹粪儿，他这五匹粪儿人家出了官了，主要是这姓刘家刘正光的最早的，剩下那下代不都算了，主要是这三圈不都人家几代下来的。啊，人家是祖父是，我姓刘家是出了点点血，你说过来你问一下，这把那么故事，他那李正光跟爷在那儿住，那叔小你看，啊，这李正光哎，我三圈李是两李，李一个李字，这个后几李了，啊，最早崔个段最后发生是小辈儿有李了，啊，最早李是最的开天辟地也李，嗯，我听老年人说个李白了。不是有三年是在那儿有个小伙儿是吹个团最早发生在那儿是你等我想最早的小伙儿为啥叫小伙儿正好没这个天了原来小伙儿一个发展在那儿的啊最这这里是三圈的里不离的土匪头的里这不离是三圈的哎三圈里啊别人都胡说了他是个土匪头的土匪头大的大的为啥又不巧了、啊啊